哦，oh, 大家晚上好呀！好，早上八点零点。哎呀，我这忘了，欸欸欸欸欸咋啦？嗨，晚上好。不知道大家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蠢事呢？像我做的蠢事就是，我明明是在 on air 嘛，然后我到 on air 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没有戴耳机，um, 然后我就样全程没有戴耳机。 也还行吧，还是听到的啊，就会很没有安全感。确实，因为你听不到你的透过麦的那个声音是怎么样的。哎、欸，为什么我这边还没进的呢？这种时候就是给我照镜子的时候。<laughs> 哎呀，把它拉高一点的，就是今忘记带那个马尾神器。有这种东西。 Oh, 夹着，oh, 然后它就可以撑一天的。嗯，oh, 真的呢，哎，这个很棒，它就会让你一直的那个高马尾。它不然就是我每次高马尾会慢慢、慢慢、慢慢垂下去，oh. 而且它撑起来，它自己就是看到比较饱满，就显脸小啊。Oh. <顶>好聪明哦！没有，就、这、是、个、就是网上他们一些，就是你上网找，他们就会有什么各种马尾神器啊，这一个那一个的。啊。来，大家晚上好，<没 S 2> 好爱看到美有啊？追追猪，你看，嗯。 哦，oh, 是你关了再开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Facebook 最近有问题。哎，欢迎帮我们把今天这个视频甩出去哦，然后还记得去投选今天的现在 v 会不会哈？每次人少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你看现在才八十几个人，可能真的有问题、哦、啊。那平时有那么少吗？<对>真的吗？哈，突然间怀疑自己了，怎么回事啊？感平时我们的人还 OK 的，哦、又有了又好像有了。等一下，因为你看我一直看不到。 还真的耶，Facebook 真的有问题的感觉，大家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反映啦。你那边现在看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有没有问题呢？可能有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在这边跟我们说了。<笑><笑>如果是真的有问题、啊，他根本没办法听到我说这番话。得好像那种听不到的同学請，请举请举手。然后 <laughs> <laughs> 听不到同学请举手。<laughs> 可是这一个其实哦，算是 IQ 题吗？ 那你这样子家庭之下，你不会觉得有问题的。对，对不对？真的。佳伟说没事秋玲说没问题，谢谢大家的反馈。好，那我就是那个小部分人。嗯、哎呀，我这个卡住。来，我们还有十秒吧，差不多十五秒。要看灯，要交光。我带了，我带了。<laughs> 九八八新闻线，今天是农历大年十二，嗯，新年快乐！我是张军，<laughs> 我是新甲新蕊娜，我要再想一下，嗯、年要过完了是不是？是，但是我们的这精彩活动啊，一直的在继续，我跟你们说。 那从这个礼拜天开始呢，嗯、<哼>我们就去冰城啦。是我们说了很多天，<对>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庆祝这个元宵节，所以当天晚上呢，就去到 Esplanade 找我们。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还没有，真的再多两个星期，就是二月十七号的那个星期呢，我们又要去到冰城了。哇 <Wow>、嗯！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活动，这个是一个全台的活动，我们对对对就是所有几乎所有的 DJ 都会去到冰城，没有去。 不是没有工作，是要驻守在这里大本营。<對>欸、大家都是各司其职的了哈。<對>那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海报啦，首先就是我们的拉阔冰城。We meet again。上一次我们就在怡宝做了这个户外直播，<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把直播室搬到冰城。然后呢，除了说可以看到我们的 DJ 现场，哦，那是怎么样之外呢，我们还会唱歌啦，还有诗集啦，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活动让你来参与的。所以呢，一定要跟着我们，而且。 可以小小透露一下，嗯、<哼>不只是冰城哦，之后还有其他地方哦。啊，大家好好、嗯、期待一下啦！我们今天当然是还是要关注今天的这个新闻主线，看一下有什么新闻重点。新闻主线，上课时间改到八点钟的这个建议，教专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华小生没有兴趣学马来文的报道呢，警方说调查之后发现没有煽动的内容。 图团的领袖说，账户冻结党没有这个粮出啊，然后呢，选战没有办法打。反贪会冻结图团党的账户，还有调查这个伊斯兰党贿选的课题，安华就说我没有介入。 反贪会呢，昨天就冻结了土团党银行户头之后，看到今天他们在加紧去鉴定第十五届全国大选期间在登家楼接受汇金以投票给伊斯兰党的九十名涉嫌的这个选民。在去年大选之后呢，有一些网民就上载了视频，就指控大批的人聚集在登家楼的一家店铺前呢，去等待伊斯兰党派钱。那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阿占巴基今天就证实，反贪会正在鉴定一次收受现金的九十名。 选民，而且他们是有开档调查的。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宣布呢，登加楼州的大臣阿莫山苏里他就回应说：“根据他自己的了解了哈，反贪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传召任何登州的伊斯兰党领袖去协助调查，但是登州伊党的领袖随时做好准备去配合反贪会或是任何机构的调查的。”那说回这个反贪会冻结土团党银行户头的这个课题，这件事呢，昨天就是当局反贪会那边出来证实之后，就引发了各。 各方的热议，有土团党的领袖就批评这个是政府利用政府机构来达到的政治目的。而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指控，首相安华今天就强调他没有插手下令这些啊调查单位去调查土团党。土团党之所以会被调查，主要是因为警方跟反贪会那边都接到了投报，而且呢，当局查到哈这个土团的银行户头里头有超过三亿令吉，所以土团必须也要去向这些调查人员解释。哎， 为什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可以筹到这么大笔钱？然后这笔钱是准备要给谁的呢？另外也看到行动党主席林冠英，他就说，图团党才刚刚成立不久，是一个很新的政党。那这个政党呢，在二零二零年就接获赞助还有捐赠，这个数额达到一亿。 八百一十六万四千多令吉，<Wow> 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这个数目更多，去到了一亿四千七百六十四万七千多令吉。那这些数额是行动党这个老政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哈。那面对外界的质疑，土团党主席穆尤丁他就有强调，该党没有收取数十亿令吉的现金，不然的话，他说那我们的政党就很有钱了。所以他就啊、呃，这个土团党呢，今天就会致函给反贪污委员会，要求完成调查之后，尽快的。 解冻银行户头，他就有说到土团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政党，你冻结这个户头一个月其实都不行了，那更何况现在说是要冻结三个月，这就会影响该党的行政，包括说他们没有办法出粮给员工，没有办法缴付租金，而且土团党也是需要资金去应付接下来的周选，所以他就不希望冻结户头的行动被认为是政府想要瘫痪土团党还有国盟的竞选机关。那不管怎样了，穆尤丁他还是相信的，反贪会的调查可。 可以还给土团党一个清白，而他也说呢，他们是会配合调查的。另外，看到土团党的首理主席阿莫费沙，他也说，反贪会冻结土团党两个银行账户，可能就会导致他们在备战今年六周的周选的时候呢，就面对财务困难。就像刚刚主席也提过这一点。<是>这六个州属分别就是西蒙执政的森美兰、雪兰莪跟槟城，以及一党所执政的吉兰丹、登嘉楼跟吉打。这个是各政党今年都在重点关注的事情嘛？<是>周选。 那不管将土团党的最高理事拉扎里伊的利斯，就像每日新闻证实，目前反贪会呢只冻结了土团党中央的银行户头，那他们就是各州的该党各州的银行户头是没有受影响，是依然活跃的。那说来，呃，看看一下这个土团党的盟友，也就是伊斯兰党那边是怎么看的呢？一党的首里主席端伊布拉先他就认为，土团党银行户头被冻结一事呢，跟这个滥用资金没有关系，这是政府故意要贬低土。 土团党的形象，为了妖魔化整个国盟，他认为呢，这也是为了要即将举行的这个周选啊，政府采取的一个策略。那他也认同说，土团党的银行户头被冻结之后，日常营运呢是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他说伊斯兰党以前也是面对过类似的情况。不过端一布拉先他也说啊，如果是任何政府机构要调查一党的话，他们一党也是愿意配合的，而他也相信反贪污委员会能够公正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说到这件事情的主角就是国盟。 其实他们就有公布另外一个事情哈，就是公布了影子内阁，以便成为有效和负责任的反对党。那这个影子内阁呢，分别会有主席、副、副理主席，还有国会反对党领袖，再加上对应现在二十八个政府部门的二十六名。 二十六名国会议员，那国盟兼土团党主席穆尤丁担任国盟议会主席，一党主席哈迪阿旺呢就担任副主席，土团党的总秘书海沙在努丁就是国会反对党领袖。那穆尤丁就说，七十四名的国文议员来自不同的领域，而且拥有这个担任政府部长的经验，他们呢就会根据各自的职务来回应相关的课题。那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最近很多人一直在讲的钱不够用，这相信是很多人当下面对的问题。你看， 提到这几个字，我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叹气呢？<laughs> 可是啊，政府的财务状况其实也同样抓襟见肘的。当今大马叹息，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他们二零二三年就是今年度的选区拨款，原来已经从原本的至少三百五十万令吉巨减，大约百分之七十，就是七十个 percent 啊，<Wow. S 2> 现在去到说只剩下区区的一百万令吉。原本呢，在朝的国会议员他们可以获得三百五十万令吉的拨款，分别就是 是一百五十万令吉的直接拨款，再加上两百万令吉的发展拨款，或是称为亲民计划的拨款 （PMR）。那根据报道就说啊，执政党国会议员在一月初的时候就接获首相署执政协调单位那边的通知，就通知他们说，联邦政府今年呢会为每一名国会议员提供直接拨款，本来是一百五十，刚说嘛，减到是一百万。那发展拨款呢，到现在是暂无消息。 就是说呢，从本来的三百五十、两百没有消息，一百五十减剩下一百。 总的还说只剩下一百万，那针对这样子，很多人就在议论纷纷了、啊。不过呢，啊、呃，这里有提到说三十万令吉的服务中心拨款依然是会维持不变，这个一这个是一个、嗯、呃消息来源透露的，嗯、但是官方那边最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等到官方那边宣布有任何的消息，我们就第一时间为大家跟进啦。另一方面，看到柔佛苏丹伊布拉新陛下就谕令州内的穆斯林不能够参与任何非伊斯兰教的庆祝仪式，不过在遵守。 指南标准之下呢，是允许参与开放门户或者是没有任何宗教仪式的活动。陛下就说呢，伊斯兰教四大流派的学者都一致认为，穆斯林出席非伊斯兰教宗教节日仪式是非法跟禁止的，包括说在宗教场所跟其他地点举行的宗教节日仪式在内，这些呢也是不能够庆祝，就是穆斯林不能够去庆祝这些节日。那陛下今天下午通过官方脸书发布了上述的预令，当中还提到非伊斯兰。 庆祝活动的主办方呢，也是必须要很敏感啦。依照宗教局的指南形式，确保这些呢都是尊重穆斯林跟伊斯兰的。同样的，伊斯穆斯林在开斋节进行这个割礼的祈祷，以及哈芝节宰杀畜生的这个祭拜呢，非穆斯林也是不能够参与的。现在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应该是昨天开始看到有人在讨论的。哎，应该说最初最初要去到前天就有这个建议出来，就大家开始一直在讨论，就一直在热闹讨讨论。我今天早上就刷 Facebook，哦，OK，大家都在热议这件事情哈、啊。因为有学者建议说，哎，学生的这个早上的上课时间推迟到八点啦，这样子，他认为这样子是有助于有各种的，他有提出他的一些解释了哈。我们先说，你认同学生的上课时间推迟到八点钟吗？非常直接的两个选项。 想认同不认同？认同点乐，love, 不认同点哇哦！欢迎你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参与今的现在播话题，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同呢？为什么你不认同呢？下一段回来告诉你整个详情。哎呀，你知道这个东西，我哎哎哎，你要停一停，停一停哦，没事、oh. 没事，没事，等下等下好吧，那就看这个。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哎，很好啊，哎、嗯。 就是之前我放假回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当我的外甥的保姆，嗯、然后我就想说，哎，这样小的小朋友才四岁多，就那么早要起来去上课，呃，小学的话应该是七点多就上课时间，你必须要六点多醒来。如果是坐的，就我们小地方，可能那个巴士在的范围比较广的话、嗯嗯，那个可能五点多就必须要醒来我我记得我以前的，我以前的那个校巴的时间，我是。 第一批的六点，就是你知道第一批的很惨的，那 <laughs> 你住离学校很远嘛，<对>第一个站你上去你就开始在睡睡睡，大概六点半就到学校了，就开始在里面睡觉，嗯、因为他们还要在第二趟、嗯、第三趟。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想到说，哎呀，小朋友可以睡迟一些些，但是后来想一下不对哦，为什么会这个时间？因为是配合家长上下班的。反正我觉得，嗯，应该有各种想法吧，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去偷看一下今天大家的状况是怎样。哎呀。 对啊，David 就说 David Lee 啊，就是说家长上班顺道再去上课是，所以我就讲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可以让小朋友睡久吃一点，但是第二个才想到哎不是，因为那个时间还是方便家长的。哦，标明觉得九点比较合适。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我刚才一直跟他说 <laughs> 我讲，那小小朋友就是才没有到五岁，他必须要睡超过十二个小时的啊，但他们连幼儿园哦都需要那么早。 小学更早，但是这个其实真的只是考量到小朋友。如果呃家长是有其中一方没有工作的话，或是有人提出说可能是我 from home 的话，<對>这真的是比较方便，或者是比较弹性工作时间，可能爸爸妈妈十点才上班啊，嗯、可能提早去。不然你在中间哦，你在了孩子之后，你自己的那个时间又不上不下，而且他的提出的这个建议时间跟原本的时间也没有差多少。 嗯嗯，表、嗯、明，所以是直接说九 AM。不过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性去发言啦哈。有人说十一点比较爽，呃，这不是爽不爽的问题啦，<对>就是还是要理性的去讨论一下。爽爽其实如果我们只有一班的话，没有上下午班的话，整个把东西推迟，可能十点、十一点好像也 OK。如果没有下午班，因为呃，像有一些单位的考量点就是担心会影响到下午班，因为有些学校还是有下午班嘛。这样这一个 K S W，哎,哎，sorry，不是。 去错地方，嗯，来去学校。对，很多很多人考量你不同的人是说塞车，那那个时间其实还是一样塞的。对啊，如果是解决塞车的话啦，七点和八点那个情况是一样塞，可能更塞，因为八点很多人也是一样要去上班了。对，因为有人上班时间可能十点，或者有的人就说，呃，因为要带孩子去上课，然后自己才去上班的话，就算你推迟了，孩子也一样要找到。就你知道，有时候父母工作正常，我<对>我。我哦 也有家长，我等一下也是会就整理了好几个家长，有家长就说你换来也没有用的，因为我好几个小孩，对我的时间还是一样的。很像我妹，她是呃就那种 after school program 的，哦、然后有时候父母还没有空的话，他真的会让孩子就先待一待。然后有时候有甚至就是说直接去我弟弟的店楼下这边等，因为他父母没有空来载他、哦，对，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提前要丢孩子去那个地方，或者是延后要。 不是丢是放，对不起，搞错，对 <laughs>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九八八新闻线。 晚上七点四十四分，你好，我是湘君。你好，我是新姐新蕊。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有一篇这个报道引起热烈讨论嘛？说的就是由《新海峡时报》跟《每日新闻》上个月刊登了一篇题目为《华小生对于学习马来文不感兴趣》，问号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哇，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马来西亚黄文理事会的主席王洪才随后就报警处理嘛。而随后就看到了显都警区主任马永来，他昨天就发文告指出，初步的调查显示呢。 那这篇新闻报道，它的标题确实是会引起民众不安。但是当局去调查之后，发现新闻内容呢是没有任何具有煽动或者是激怒任何民族的字眼。他说，警方是在一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就已经开档调查，然后分别援引刑事法典的破坏公共安宁条文，以及一九九八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的不当使用网络媒体、我网络设备或是网络服务散播假消息条文来调查这起案件。而在警方那一。 边给出这样子的回应之后呢，华理会那边也回应了。 他们就说呢，当初报警的目的不是说要有意去提控人家，或者是要去惩罚那个记者或是报社，而是希望说，涉及者呢可以意识到你的报道出了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而也希望说他们可以出来澄清。虽然呢，两家报社最终还是没有直接澄清，但是都有详细的去报道华理会日前召开的澄清记者会。所以，华理会主席王洪才他他就认为说，这样子无形中也推翻了他们之前的不实报道，而且呢，有鉴于华文理。 示会的这个目的已经达成，所以他们就会指示律师不再跟进这一个案件，但是他们也不会去撤销报案，而是会让警方那边去自行决定要去如何处理。那再来这个课题呢，也是跟教育相关的课题，嗯、也是我们今天现在所讨论的话题我们刚刚在 Facebook Live 跟大家聊的时候，都已经聊到忘记时间，各种各样的情况，说的就是这个来自国立大学 UKM 的高级讲师安努亚阿莫，他早前建议教育部把马来西亚半岛。 现有的上课时间呢，就是原本是七点半的嘛，改为早上八点，以减轻各方面的负担。他就说，政府应该同情那些凌晨四点三十分就起床的这些老师啊、家长还有学生，而那些住在城市的，可能清晨六点就要开始面对塞车的问题。那这一名讲师昨天就透露说，他已经把这个建议呢上达给了高层，不，他没有透露说到底这个高层是谁。真的，一般相信说应该是政府或是教育部了。 他有透露说，一些电台就已经针对他的建议，让公众投票去发表意见、欸，<laughs> 就说成是我们这样子，对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那只要多数人都同意，他觉得教育部就应该听取民众的这个意见，去落实这一个建议。但他也希望说，公众可以好好的讨论这项建议，不要争吵。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对,对,对，而且我们会去开放，就代表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对>告诉当局你们的意见是什么。搞不好当局 去参考这样子，但是针对这名讲师的建议呢，看到全国教师专业职工总会 NUTP 教专那边就认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啦。教专的主席阿米努丁解释，因为更改上课时间呢，你会影响到学校的两节课，尤其如果有下午班的话，你是不是早上推迟了，下午也要推迟呢？刚好又去到那个最迟的那个放工时间啊，就是还是问题还是一样的。他在而在他在接受呃这个自由基日大马的访问时，也有说到，如果你讲只是要解决塞。 车的问题的话，那么你更改上课时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是>就比方说，你把上课时间延迟了十五分钟，像这,这些人就是比平时晚十五分钟离开家里而已，了，就是一起塞出去，就那个塞车的时间只是从十五分钟前变成十五分钟后，所以是本末倒置，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问题这个问题的。那家长们又对于这样的建议是怎么看待的呢？根据中国报的报道，许多家长都不认同让学生推迟到早上八点去上课这个建议，他们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这会为上班族带来负担。 因为多数人都是早上八点或是早上九点去上班的，那其中有家长就反映，让孩子晚些时间去上课会打乱他的日程安排，而且这个道路会更加的塞车。也有人说，对于需要送好几个孩子去上学的父母来说，就算是上课时间延迟了，他们一样需要早一点送孩子去学校，所以他觉得这个建议是毫无意义的。那再来看到雪州丽景湖国小的家教协会主席呃诺祖外里，他就。 有直言啊，这个建议只是会惠及那些居家上班的家长们。不过，也是有一些家长觉得，哎，这个建议非常好的，就认为说，孩子早上八点才上课的话，他们就有时间去准备早餐，还有做家务了。<coughs> 谁 <coughs> 看来有什么？你看我等到，我发生什么事情？<laughs> 就大家讲的有点激动。其实刚才我们就是在呃这个 Facebook Live 的时候，就是有一次跟大家聊天，不同的呃就是立场去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意见都不一样的。<真的 S 1> 我是觉得说，当局可能也可以好好的去参考大家的意见，然后呢好好的解决这件事情。毕竟你说在雪州的朋友最希望看到是什么？我们的堵车问题可以解决啊！每天都要去关心这件事情。而业者们呢，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人力的问题。这个当局。 局那边也是要好好的重视。看到了移民局总监凯鲁在米就透露呢，重置劳工计划二点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漂白计划”，在前五天实行呢，哇，已经得到了很热烈的这个回应啊，近五万份的雇主申请，所以这个反应呢，当局说是超乎预期。他也形容这个一月二十七号开跑的计划，比过去落实的漂白计划都更成功。而且呢，他有透露，移民局上次批准了二十六万五千名劳工的这个、呃 这个申请嘛，而随着 RTK 二点零的这个规定放宽了，所以他们预计这一次呢，申请跟批准的劳工数目会更多。希望这个对于呃业者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了。社区牵线。 是我也噎到，你也开始噎到了吗？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一轮嘴，一直讲讲讲讲讲讲，就开始激动了？呃，不是噎到，我是那个痰一直卡在这里的感觉。OK，好了，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来临。现在我们今天星期四了哈，我们要迎来这个周末，这周末是元宵节 Plus。 大宝升真的 double 啊！那个那个热闹程度是，所以滨州警方就估计啊，当天至少一百五十万人涌入冰岛，我们一起来欢庆这两个节日。哎、欸，而且在一百五十万人里面，包括了酒吧吧的 DJ 们，没错啦，我们也会到现场，会跟大家一起庆祝这个元宵节。不过说到这这么多人涌进冰岛这件事情呢，看到了冰城快捷通还有冰城港口有限公司会去增加巴士还有快艇的服务班次，希望说减少呃就是入岛。 的车流量，然后呢，在乔治市就 George Town 的呃部分的熟食小贩呢，也看到哇这么多人来，他们也应该会增加食物跟人手，大家一起来应对这个情况，这是推广旅游业其中一个非常好的景象了、嗯、哈。由于大量的新都新都教徒呢会涌入冰岛参与这个大宝森节的神撵游行，还有这个大批的游客会去到冰城那边庆祝元宵节，还有去赏灯，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所以呢，警方就是预料说到时人潮还有车流呢，可能就会让乔治市的交通线。 陷入瘫痪，其实我们也是有做准备的，<对>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从啊、呃、这个。 就是酒店会走路去到这个现场，<对>如果沿途看到了，我们可以打个招呼。我觉得走路这种时候就走路比那个赛车快，更快了。<laughs> 对对好了，说到这个节日，其中一个还有大宝森节嘛，那个时候呢，当然黑风洞一带一定是非常多人，所以警方呢，其实明天凌晨开始到下个星期三到二月八号呢，也会封锁七条的道路，希望说驾驶人士出行之前好好的规划一下你们的路线。而这个封锁的路段包括了 Butik g a m p n g m l a y u 交通灯的路口，还有 MR2 跟 Butu Cave 旧路前往黑风洞新都庙的这个出口，再来就是 Butu Cave s h e 油站前面的红绿灯三岔路口，以及这个 Jalan SBC 八，就 Jalan Lama Butu Cave Junction。 M R Two 网工业区的出口以及工业路网这个黑风洞的路段，这几个都会关闭，大家要做好准备啦。那警方也是预计在一月十五号到十呃二月十五号，二月十五号这个期间呢，就会有大约两百万名的这个国内外游客，好，还有一些信徒呢，去拜访这个黑风洞。而这个星期六呢，预料就会迎来整个人朝的高峰期了。现在 vote。 现在人很多，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会很热闹，<鬧>真的。<對>好啦，我们今天来问大家，这个也是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有学者建议让学生推迟到早上八点上课，你认同吗？我们看这边，大概在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Live 的留言区那边。 非常兴致勃勃的在讨论嘛、嗯，对，没错。而我们的投票结果，百分之七十四的朋友不认同，百分之二十六的朋友认同。嗯、OK，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嗯、但是有一些人也反映说，哎，不敢讲，担心说会被骂。啊、呃，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可能站在他们想要去考量的立场去发表意见而已，对对对所以大家就互相尊重，<且>我们理性讨论。这个学者其实也鼓励大家说，因为他说他可以收集一下不同的意见，嗯、然后反映给他的高层。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留言一下，而且他有留意到，不是电台有放这个给大家投票吗？对,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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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啊、而且可以继续在九八八的这个帖子下面，就是留言参与今天这一个话题。重点是理性，注意言辞，不要吵架，啊、不要吵架。OK，因为新年还在嘛，就是过了年，我们还是依然要、哎、<呀>嗯，就是保持平和的，和和气气的辩论，多开心。没错，我是湘君，我是新点新蕊，明天同样时间继续跟你聊新闻。